曾恩荣台北报道，知名网红空姐遭老公爆料偷吃小王，还把小王带回家滚床，老公痛心表示握有他与小王的性爱影片。网红则反控和老公无性婚姻长达五年，老公宁愿掏枪也不碰他，他还时常被家暴。这名网红身份被起底，他在今年初已辞去空姐工作，最后一趟航班还服务到艺人王思佳。本来就是粉丝的他还兴奋 PO 出合照。这名网红空姐虽已32岁又生过小孩，但长相甜美，身材火辣，在网路颇有名气。他在辞去空姐职位前最后一趟航班意外服务到王思佳，事后开心 PO 出两人同框照，并夸赞王思佳本人超正亲切又随和。不过不少网友认为网红本身姿色语气常玩爆艺人，这童颜巨乳根本完胜。据网红空姐结婚影片叙述，父母在她20岁那年送她一台车，老公正是当时的业务员，对她一见钟情，却因大她10岁又不是她喜欢的高帅类型被打枪，后来苦追她7年才成功，结果最后仍搞到撕破脸。网红空姐所服务的王思佳又开心 PO 出同框照，反射自爱剧网红空姐被老公指控偷吃，并称握有谍证性爱片。反射自爱剧。